富邦金控的尾牙喜开1300桌，总裁蔡万财也亲自出席现场，还有神秘的焦点人物就是二董蔡明星的儿子蔡成儒也参与尾牙，来看 UDN TV 的独家画面。尾牙找来五月天，炒热气氛。富邦大董蔡明忠、二董蔡明星更亲自跳爱心舞，鼓励员工表现。两位儿子大方演出，很少露面的父亲总裁蔡万财当然也不落人后。在这个2014年呢、啊，今年也应该能够拿到第一名，这个是我最大的希望。目标明确，抽奖也坚持自己来。蔡家父子三人同堂，画面难得。不过当晚最引起注意的，其实是年轻的富邦第三代蔡成儒。红领带搭配合身西装，不到30岁的蔡成儒，其实是二董蔡明星的儿子。尾牙这天特地去主桌跟阿公蔡万财敬酒，才意外被 UDN TV 捕捉到镜头。毕业于美国知名的华顿商学院，也在外资圈历练过，但这还是第一次有第三代成员参加富邦的谢年会。感谢大家去年的整年的鼓励，依照我们的加资抽奖加码，蔡明星给的大方，却跟儿子没什么互动。不过富邦准接班人画面曝光，加上高富帅的条件，还是成为外界的热门话题。 UDN TV 五月西梁丽玲特别报道。